你想到你们啊，现在不用功的。他不用功，老师有份礼物要送你。Hello， 我们好吗？等一下。是什么？打开啊！不听吗？不是啦，看一下。打开啊！真的要疯狂扭圈，金额要念出来哦。面向这里面，面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啊，然后念出来啊！念出来。八六七子。老师，拜拜。拜拜，努力学习哦。感谢老师的细心教诲，感谢工程师傅老师在我们做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、无法评价的风向作图时，还不放弃引导我们。无论是繁华的北京路天河城、雄伟的广州塔、耸立的白云山，亦或是那之前窒息的地铁三号线，都留下了我们踏足的痕迹。明天我们即将离开，即将分别。前面的风景无限美好，我们看到的将是满目的生机，似锦的前程。毕业快乐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妈咪请喝水，最后一碗的水，哭泣。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这个角落要有多少饮料啊！神经病，3:05我还吃晚餐哦，这个鸡鸡班。耶，记录一下最后一次拿外卖的，今天吃麻辣香锅。这个是他枕头原本的 size， 然后为了要压缩它，放在箱子里面，这样。The heck！ 里面还有一个被单。The heck！ 哇，你跟我讲这风干牛肉，我的心情超强的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个半月之后，他到底是会浮回来耶，还是就这样？我讲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还不如睡这个。来了吗？嗯。好，很用力啊，别这么暴力。北京贝，北京贝耶，哇，有钱哦！饭局，哎呀，我打包先出去吧。我老弟，打开电脑。
厨余垃圾。你要吃？我还是喜欢吃。吃肉好不好？这印完了，我们现在去过安检。我们的登机口。现在是凌晨3:40，已经到 KIA2 在等行李，我等下还要赶一趟6:30的飞机回槟城。睡眠很好，中途又醒过来，然后那三个全都是小孩的班机，前面还延迟了1小时，我整个非常想死，但幸好中间关灯了，全部小孩子都睡觉。嗯。拜拜室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 ，Good night。这是我今天早餐，第一次5:30吃早餐。下飞机，然后现在去拿行李。天哪，超爆累！我在一上飞机就直接爆睡，睡到人家都站起来拿行李了，我还没有脱安全带。拿好行李了，回家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以为你是20公斤啊？哎，掉了。几斤了？30。哇，几年前。Good night. Good night. Good night.